低压系统。这两根线。它这机器还有什么保压时间什么的吗？是不是没有啊？能调吗？我看那顶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调的。快配吧，挂了吗？你把那上面那些功能都跟他说，告诉一遍。为什么？那手动变成自动。手动变成自动的。你给调整手动吧，你给调整手动。还有其他这些按钮呢？电机平衡。啊，电机平衡。开关关了。啊，行呗。嗯，然后这个进道和那个什么？那是他自己弄。哦。行。行。